两个壮汉坐在擂台上，卯足了力气，互相抽着耳光，在观众的欢呼声中，你一下我一下。就这，他们还不尽兴，在给对手喷防狼喷雾后，还不忘自己尝一口，接着就将大钞钉在脸上，感受一下钉书钉的感觉，再将钉书钉钉满对手全身，自损1000，伤敌800。这就是人们口中假的不能再假的摔跤比赛。场下他们是最好的兄弟，上台后却要拼个你死我活。虽然动作都是设计好的，但伤口和疼痛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兰迪曾是红透半边天的职业摔跤手，他有一招从天而降的绝技——战羊绝杀。不仅经常让观众热血沸腾，选手也都十分崇拜他，以和他同台竞技为荣。但20年后，行业的光辉不在，英雄迟暮的他，比赛的收入连房租都付不起，经常会被房东拒之门外，在车中度过寒冷的夜晚。醒来后还得低声下气的干着一些卖苦力的兼职，用来维持生计。可当他走进摔跤场，他就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战羊兰迪。在和对手讨论好打法后，他将刀片缠在绷带里，在零星几个观众的欢呼声中踏上擂台。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套路，他先是被对手打倒在地，然后趁着对手挑衅观众时，悄悄地拿出藏在绷带里的刀片，对准自己的额头划了下去。即便观众再少，既然戏已开枪，他们就会拼尽全力。接着观众们就看到了被打得满头是血的兰迪开始反击，在观众的欢呼声中，他站在围栏上做一个宝宝睡觉的动作后，用他的成名绝技战羊绝杀结束了这场酣畅淋漓的比赛。比赛结束后，经纪人告诉他，他20年前巅峰之战的纪念日快到了，他们搞了一个盛大的活动，让兰迪和那个对手再战一次，一定会吸引很多人观看。兰迪爽快地答应，可年过半百的他身体机能已经不在，因此他不得不用大量的激素和胆固醇来维持肌肉，并且还得经常烫头，去美容店美黑，来维持他英俊的外表。但就在一场野得不能再野的比赛后，伤痕累累的他突然间呕吐不止，晕了过去。原来频繁的使用激素导致他突发心梗，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虽然捡回一条命，可再也不能剧烈运动，独自走出医院大门，拿走上一场比赛的几百块奖金，买了一些药，交了拖欠的房租，开始了他孤独的退休生活。陪伴他的只有胸前那道10公分的疤痕，甚至连小孩子都不再愿意陪他玩任天堂网机了。于是他出去跑步散心，没成想只是跑了2步，就蹲在地上迟迟无法起身。苍颜白发哀叹天，当时英雄迟暮时，落寞的打电话告诉经纪人，他退休了，参加不了世纪之战。孤独的他去找心动的舞女，希望得到一丝陪伴。舞女告诉他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找自己的家人。于是兰迪拿着女儿的照片思考良久，终于鼓起勇气来到女儿的住处，结果一见面他就被女儿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原来兰迪年轻时为了热爱的摔跤事业离开了家庭，没有参加过一次女儿的生日聚会，甚至记不起女儿的生日是哪天，没有陪伴，没有呵护，女儿对他只剩下了恨。 You want me to take care of you? Yes. I'm not gonna do that. Who the fuck were you when I needed you to take care of me? So you know what, no, I don't care if you had a heart attack. Fuck. 可不管怎样，生活还得继续。他参加了一场摔跤选手的签名会，现场一片寂寥，粉丝还没白发暮年的过气摔跤手多，兰迪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却无可奈何。好在舞女懂得女孩的心思，给兰迪支招，帮他挑选漂亮的衣服作为送给女儿的礼物。在挑选衣服的时候，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玩的，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，试试左下角这个，带你体验日式女友的风情、韩式女友的魅力、东方女友的含蓄、西方女友的热情，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，百款女友任你挑，左下角入口限时开放，赶紧点击试试吧。为了讨女儿欢心，她特意买了2件，一件漂亮的，一件实用的，双份保险。更喜欢实用的女儿似乎是感受到了父亲的心意，在兰迪提议一起走走时，女儿破天荒的没有拒绝。他们在海边回忆着过去的快乐时光，兰迪开心的讲着，女儿微笑的应着，父女间冰冻的隔阂正在慢慢的消失。她坦言曾经为了摔跤想要忘掉女儿，可她却没有做到。I'm an old broken down piece of meat, and I'm alone. And I deserve to be all alone. I just don't want you to hate me. Okay? 回去时，女儿紧紧地抱住兰迪的手臂。其实她一直渴望父爱。他们在废弃的游乐场翩翩起舞，约好了周六一起吃饭。面对生活，再强悍的英雄也得妥协。当他穿过超市后台的长廊，走向工作区时，耳边响起的是欢呼喝彩的声音。当他掀起门帘时，喝彩声戛然而止。不过他渐渐地找到了平淡生活的乐趣，有女儿，有工作，就差爱情了。于是他找舞女表白，而舞女以不能和客户发生感情为由，将兰迪的热情往外推，爆粗口对骂的两人
闹得不欢而散。郁闷地回到摔跤场，这是他第一次以观众的身份坐在这里。心爱的比赛与自己无缘，心爱的女人不接受自己。他隐藏在观众席的黑暗里，眼泪在双眸中打转。赛后和前同事们喝得酩酊大醉，来缓解自己的愁思。但第二天晚上才醒来的他，却猛然间想到，今天是他约女儿一起吃饭的日子。他赶忙去给女儿道歉，但女儿这次真的是失望透顶了。I don't want to see you. I don't want to hear you. I'm done. Do you understand? Done. 绝望的兰迪像是从美梦回到现实，生活再次回到原点。在超市打工的他，又遇到了冰冷挑剔的顾客。唧唧歪歪不是多了就是少了，他来来回回了五六次，顾客才稍显满意。但这时一个顾客认出了他，他急忙背过身，极力否认自己是赞扬兰迪。可顾客的一句你比他老，让兰迪彻底破防了。他故意砸烂手指，如同疯子一样向主管、向顾客、向超市里所有的人、向这个冰冷的世界发泄憋闷的情绪。出门后他打电话告诉经纪人，他要重返赛场，参加被他拒绝的世纪之战，重新打理好自己的形象，前往了世纪之战的赛场。就在他准备上场时，得知消息的舞女前来阻止他，可兰迪却说摔跤场才是他真正的归宿。 You know, the only place I get hurt is out there. The world don't give a shit about me. 当他走出门帘的那一刻，意气风发的他回来了。那个摔跤场的王者赞扬兰迪，他毕生都献给了摔跤，双倍的消耗着生命，他付出了所有能付出的代价，真爱的一切以及真爱的人。如今他耳力下降，记忆力衰退，也不像以前那么帅气了。不过站在这里的他还是那个未尝一败的战友。比赛从一个设计好的偷袭开始，和往常一样，兰迪总是逆风开局，在挨揍的同时还不忘提醒对手把气氛炒得热一点。舞女这时却看不下去了，选择了离开。兰迪这时也被对手一脚踹在地上，裁判和对手都看到了兰迪的状态不对，劝兰迪就此谢幕。结果他一把将对手重新推上了擂台，强忍着身体的不适看了一眼没有舞女的通道，随后毅然决然地爬上擂主。他就像堂吉诃德和命运做最后的搏斗，在汗与泪的交织下，和着现场的掌声，带着只有摔跤才能带给他的荣誉感，一跃而下。这里是他梦开始的地方，也是他最终的归宿。